3D 猎鹰市场龙头三伟国际，近两年猎鹰机销量都已倍数成长，为抢攻平价商机，更首度推出 3D 笔。不同于 3D 猎鹰机每台价格动辄上万元，售价2000元有找的 3D 笔，不仅购买门槛低，还能走到哪画到哪。立体的创作方式让创意不受空间限制，想象力也能完整发挥。 3D 笔的原理其实跟热熔胶相似，只是胶换成了有颜色的线材，强调用玉米淀粉制作，环保无毒，作品看腻时埋进土里就会自然分解，大人小孩都适合玩。不过凌空作画时，每画一笔都得等一下才会凝固，小心小朋友大暴走哦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